独家下镜停医嘱，很严重，急切顾下。54岁的夏静婷近日主演舞台剧《同学会》同学，但在演出前几天，她因疝气紧急开刀，透露当时发现骨下肿了一块，医生说如果不处理会很严重。她原以为是小手术，不会影响演出，但术后却被规定不能提重物，腹部用力就蹲，剧烈运动导致舞台剧中所有趴下跪坐的动作的紧急改掉。她上月底因疝气而动手术，本想住不会影响到11月1日开始连四天的同学会同学舞台剧演出，但术后限制多，只要用到腹部力量都不行。他说，我看到术后拿到注意事项的卫教单，当下就傻了，有一种误上贼船的感觉。同学会同学导演谢念祖只好在总彩排时临时更改演员动作，原本洪都拉斯有一幕会整个人攀挂在夏静婷的身上，只好改为只抱住夏静婷的一只脚，首演时洪都拉斯双手一直往上抱，让夏静婷超尴尬，忍不住停下动作大喊，你抱太高了啦。意外制造效果。